现在这时候上真的还蛮适合的，因为当姐她其实一直很支持，就是我们后辈的歌手啊、音乐人。她之前自己演唱会的时候，就是她那个她晚上要开演唱会，但她前面的那个舞台呢，她就让给我们就是师弟师妹们在上面演出。对，所以真的很谢谢她。那我觉得我们在这条路上，就是因为有很多人的支持，然后也因为有你们，所以我们才能一直就是玩这个人生的这场游戏。没错。然后也希望这首歌呢，可以让就是可能正在前进的你们不要就是感到害怕，就是感到害怕的时候可以听这首歌，因为我觉得人生其实就像一场游戏，然后你在过程中有点失误也没有关系，只要重新再来过一次就好了，然后一次一次的会比上次更好。祝福大家都比昨天的自己更好，带来这首《人生就是一场游戏》送给你们，掌声鼓励。Let's play, let's be free, yeah! Let's play!
我想要先请不管有些人下台，哎，没有让他们休息哦，下台为等一下的表演再做准备，对，好不好 ？OK 吗？好，没有让他们休息，赶快去准备。我们的演出是不间断的，对，我们没有让你们休息 ，non stop。对，你们也赶快去准备，没错，赶快下去准备。等会见，等会见哦，等会见，等会见。大家不用离开，他们很快就会准备回来。接下来就是小纳豆哥的 solo。接下来，尖叫声在哪里？